比那个自以为精英的幼儿强。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啊？我要练饭呢，我饭很粗，我只是单纯想练饭。这场凯莎会不会比较好？会，可是我想练饭。你们可能要看到每一场我都选饭的哦。你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觉得这个派克啊，比昨天那个派克好很多啊，真的。这个派克算会玩的，哎，只是刚好都勾到他。可是他比昨天的派克，你们还记得我昨天那一场派克吗？我那一场遇到的派克真的是狗干烂。是不是傻、啊？耐心，我就交给他们了。反正呢，我有助攻，推线推线推起来，来推完一波，赶快回家。哎，这个 support 非常的不错啊，他还懂推线。CS 减二没关系啦，不要在意嘛。CS 减二代表什么？只要是高端，他都会漏兵的，好不好？是看漏的多跟少啊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拿了两个助攻，这两只兵就没什么差了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你漏兵呢，你就要有本事把那个经济拉回来。我刚好就是那个非常有本事的那个啊。像我不吃炮车，炮车会给 AD 增加一点攻击力，你少吃一只就增加一点，这是弥补你金钱啊。啊，那看你整场能漏几只啊，你就只限于你这一条线啊。对，那个，刚好像有人问说燕儿是不是想尝试漏脸？哎，他有点可惜啊。好，这个就不太行。也不太行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机会啊。我们一场呢，就只能让一个人失误三次，哎，通常失误三次就已经逆转不回来了。我哪里一本正哇？等等啊，我哪里一本正经的在说干话？狼 ，go go！ 哎，射不到。哎，我要肥了，我要肥了，我要肥了，爽歪歪！希望大家如果想看照片，可以到我的 IG 按个追随，啊，然后我们的卡莎丁030啊，那个厄萨斯，我觉得我要被他干死了。结果 support 打赢厄萨斯，然后卡莎丁打输厄萨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我到底看了什么？啊，好可惜，他应该等我那下 A 出去再斩杀的。下面有一颗足球啊！哎，其实我觉得那个 skin 很可爱，只是我不会玩乌龟啊。等一下，他带人来了。妈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！是不是只能……哎，他走了。不、哦，他不能死啊！哈啊，非常的好啊，两个都没有死，果然是逃跑一流的。我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还开塔，没办法、啊、就答应大家，
就答应大家要开台了，还是身体不舒服，还是得开台赚赚钱吗？如果你们早点抖内我，是不是抖个一两千，我就可以休息了。我好像不用我到他就死了。哦，要需要我，需要我。伤害不是的本能不欸，我想找这个 support 双排，我能不能找他双排？还是算了，我先练一下我自己的单人操作。这么强的 AD 哪里找？哦，我是不是要跟他说我是实况主，叫他来看我比耶尔还强？是不是故意的啊？比那个自以为精英的耶尔强？你们猜猜这个 jungle 有没有偷看我的？哎，等一下，救救我！但我没有 Q， 我没有那个隐身到，可是这个达瑞斯好猛啊！666666。其实我暗恋他很久，痴汉，上路慢中路痴汉，我在笑死。我觉得我们 jungle 根本就是直接放生，那个什么都不是我的啊。我扛塔，我扛塔。那我这波操作你们还不刷不溜，我没有死，我觉得我的饭对不对快练起来了，你们怎么看？可以加好友吗？我爱上你的技术了，我是要叫他先订阅我。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啊？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？我就说耶尔举世无双，世界第一嘛。恭喜这届金马奖最佳演员沃伟克。他怎么会说我比耶尔？看来对不对？看来我已经超越以前的我了，你懂吗？这叫超越以前的耶尔啊。可是如果他不是故意的话，他如果不是故意，他是如果是真心想追我，但是又真的不知道我是烟儿的话，那我刚刚的操作是不是打脸他了？